杂志。你怎么下来了？妈，结婚前我啷个说的？家里不让养狗。那是啥子？考察的路上捡的，挺可怜的，就剩他一个了。他找你，我不找你。找你，又是什么意思呀？找你都是可怜的。你造孽！上来就给我揍一顿。没事，别怕，别怕。哎，咱们洗个澡啊！看你这毛多漂亮啊！是不是啊？八筒，八筒，八筒。对，太喜欢麻将，你们俩指定合得来。什么？叫一个。哎，好。你现在在你妈这儿待遇很高了，都能上床了。今天是老爹给你忘了，八筒，走，咱们回家了。